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庆祝圣诞节，然后交换圣诞礼物。我们是有准备好礼物跟坏礼物的。你可以换衣了。刚刚我还说他，你说不要想要比我美。哇哇哇！今天这一集影片呢，相信你们看标题就知道了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庆祝圣诞节，然后交换圣诞礼物。我们是有准备好礼物跟坏礼物的。当然，我是特别期待坏礼物，大家到底准备什么啦？我觉得我准备的蛮用心的。你们想知道我准备什么的话，可以继续看下去。漂亮，我终于到 Mary 的家了。我以为我会最迟到哦，因为我会住嘛，我会住最远嘛。我没有想到哦，微微哦，他在隔壁哦，还这样迟的。这两个是出名早到的，我们是第一个到的。对，他们是无论是什么 event 约会都好啊，都是早到的。那这个变色龙新发型。然后这是。家，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他家？你看，真的是超级用心去 deco 自己家的朋友就是他了。美美的圣诞树，美美的 dining table。我们在讨论，你看他们的发型，就是他今天的新发色啊、好看吗？我问别人，不是问你。这是他的新发色哦，好像个 rainbow 一样。我们看到了小 M 的萝莉啊 ！Merry Christmas！ 耶！过圣诞节，我是圣诞老人。耶！然后这个就是 PG Box 的新品啊！哇！谁唔谁呀，小 M？ 这就是我们的晚餐。方便。你去换衣了。刚刚我还说他，你这不要想要比我美。哇！我没有，那这个就像刚刚睡醒，我跟着主题毛衣白色，两个字复活。哒哒，这些就是我们等一下交换礼物的礼物了。彩彩来秀，彩彩的刚刚。baby 的狗它嗅我的肚子，嗅我很久。我的宝贝都没有对过奖。我们现在这些都是好礼物，然后你看我们都绑了一条绳子，看到吗？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抽这个绳子，一人拿一条，然后一二三一拿就选中了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盖礼物了，我们派了 Mary 的老公帮我们盖。我的好礼物是用的。女生喜欢的，我的是谁都可以用的，我是搭配用的，日用，我的是粉日用的，女生的脸用了。坏礼物啊，时尚单品。我的坏礼物是可有可无，我的坏礼物不算太坏，我的坏礼物是吃。你们喜欢的，我的坏礼物是很重要的，我的坏礼物是很有诚意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为难你们还是为难我自己。表哥。这应该是为难我们了。算了，奖励坏礼物嘛，谁都不坏我就打他。不是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哇！如果我们拿到自己的礼物的话呢，就在一边先跟那个人兑换，跟拿到自己礼物的人兑换。对 ，OK， 只是单单一个人而已，就在抽风。
我的啊，这是 banana。 哇，怎么还有两样东西了？怎么这么多？为什么会有福具？因为我觉得报纸不是每个人都适合，所以一个肯定是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眉笔。我的没有福具。这是谁送的？ Mary。一定是那个 bag， 我一定是那个 bag， 因为我今天跑去看有货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不要紧啦，喜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心里有灵犀，今天没有货罢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也要买了。哎呦，阿贵，到我了，我要讲哦。我不知道你们会 over 吧，就这样多。跟我讲，我就真的是找来找去想，一百。对，这个是 ribbon 送的。不好意思哦，得不到吗？有用，我的水壶刚好不见了。哎呀，我的水壶在多美多家，不要还我！多美多，我的水壶快点还我！有 ribbon 啦，这是谁送的？这个是我的。色号哦，那坏礼物，我最期待就是坏礼物了。我们的坏礼物环节，这个了，切开的，我会少一条，他说一条，我们抽少的就是微微的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，好，断掉了，这个是你的，来，你看，耶，我又抽到左。2022 Top 1时尚发箍，发饰，现在马上戴上，向身边的姐妹炫耀吧。Ready， 你会送什么呢？哎，不是多存的，你呀，最不坏的人是 Kelly， 我是最不坏的。啊，是的，可以啦，我都没有过期，有过期吗？没有过期就会，花香来了。长得很像哎，终于笑，你们就是坏礼物的好人，所以不要，我就是你的了呀，不了，嗯，你不要赖你
重点是一晚期才会赖尿的吗？怎么还会赖尿？我觉得 Miki 你应该尊重一下这个礼物，然后你应该放在很美的地方，我们尽量去放在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尊重一下，放在摆饰的。不行啊，有蜡烛不行啊，那个土妹妹啊，土妹妹竟然会放。还有签名，签名。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是第一名了。但是我要跟他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我们特地约出来就是要一起来上颜色，看这个是我们要上颜色的东西，哇，这个是小的，哒哒，小的其实很精致。然后我们有这些颜料，我们一起在 Quick 消费，所以就拿到了这个 Christmas 的礼盒，然后我们要一起上颜色。其实哦，我们哦直接哦用这个就可以了。那边有一个，我们就上这个。哟，这里一样哦。它有一些饰品假发。哇，好美哦！好美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有个哦，小哥哥， yeah, 可爱。看它有这个，你可以粘胡子，还是你要粘头发？很上色，你看它很疗愈，它直接这样子吃下去。我的上到这样，我觉得超累呀、啊！你看，小的两只已经挂在树上了啦。妹妹的，这个是 Mary 的，妹妹的。好，你看我们的战绩，一半，大家超累，累吗？累。你看，这是把那个在门口。那个粉红色那张，全部人都要回家，所以我今天的 Christmas vlog 就这样结束了。不要在这种 party 的时候上颜色，我们应该上了两个小时左右，所以我上不完，我要回家继续。然后可以摆在新家，你看还蛮可爱的。好，今天的 Christmas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我今年没有回家庆祝，我妈妈其实每一年都会搞一个 Christmas party 这样子，但是今年。没有回，因为我月尾的时候会回怡保。到底为什么回怡保嘞？我们会跟好人多么多啊呀他们回去，因为有一个任务再让你们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啊。下次见，拜拜。